我钦佩同学们的勇气，但是我想把现实情况跟大家说一下。此战，我军将士参战的人数数倍于日寇，但为什么日军却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把我们逼到了如此的绝境？ 就是因为我们上了日军的当，我们准备的太仓促，我们失去了战机。大家看看天上，日军只派了十几架的轰炸机，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就摧毁了我们防御阵地。就算是派上所有的军事训练团的学生，还有你们这些服务团的所有学生上战场。 结果又会如何呢？只不过又是战场上多了几具尸首罢了。毕叔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军人报国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学生报国。 是在课堂里，是在现实里，是在手术台上，是在笔尖下。现在中国最缺的是兴邦卫国的人才，而这些人才又追藏在何处？就是在清华里、北大、南开。 所有的中国最高学府里，你们是精干之才，是未来的长天大物。你们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，应志存高远，将来学以致用。每个人都应该施展抱负。 阁下，阁下，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赶紧带领战时服务团的学生撤离到安全区。为什么呀？日军趁谈判期间，在塘沽卸下了10万农军火，关东军的2个旅团以及抵达丰台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调兵争取时间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这里是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我们29军就算是战死这一兵一卒，也要保护一个制刀大门。 带领大家撤往安全区。哥，我不撤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别给我添乱，李连长，我们可以不去最前线，但是我们可以照顾伤员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
你们可以腾出手，多杀一个敌人。对对对对，不撤不撤不撤，对，我不撤。我和同学们都被炮火和鲜血震撼，生命如此脆弱，又如此坚强，在一瞬间消失。放手！慢点，慢点！走！这还有伤员！快点，放手！快点，快点！日军铁蹄之凶残，国人反抗之无助。无不令我被血子肝肠寸断，心如刀割。山河破碎，风飘雪，身世浮沉，雨打萍。死了，你娘怎么办？これは私書いた名簿です。
主に書いたのは歩兵の国立私立大学の教授の名簿です。親日中立そして反日密に分かれてます。聖火北斎遠距よいしょ。找到你了啊！阿汤，你怎么出来这么跟父母亲说一声啊？你这把我们给急死！我要是打了招呼，我肯定出不来啊！走，跟我回家去。要回去你回去，我不回去，这儿缺人。你听我说，天津驻军浴血奋战，但还是多地失守。你还留在这儿，不存心让父母亲担心吗？你说什么？天津居然多地失守？是的，今天早走。那现在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天津已经成了日本军队砧板上的鱼肉了。陈家树、叶瑞明、宋商元还没有回来，我现在要去趟天津。好好的去天津干什么？叶瑞明的妹妹润七还在南开，她是抗日的积极分子，日军一定会盯上她的，我必须得去找她。你怎么去？等一下。我去南开把叶瑞明的妹妹接回来，谢了哥。走，三，钱叔，钱叔，你快！哥，小心啊！卢沟桥事变之后，日本华北驻屯军占领天津多地，中国军队奋勇抵抗，日军调动大批军队，直逼天津。记者朋友们，今天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，我们决定要轰炸南开大学。为什么？告诉我们为什么？南开大学一直是抗日基地。南开大学是学校，是非军事目标，即便是交战时期，也不能无差别打击。可是南开大学有中国军队。南开大学是学府，怎么可能有中国军队？中国的所有的大学都是抗日基地，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不要与我们为敌。叶润明的妹妹叶润清是南开大学英文系学生，是抗日积极分子。我们得知日军即将轰炸南开之后，搭乘协和医院去往天津急救病人的救护车，到南开营救叶润清。同学，你认识英文系的叶润清吗？你不认识。哎，同学，你认识叶润清吗？认识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日军马上要来轰炸，他和同学们都去抢救书籍和仪器了。谢谢。啊，耳朵眼儿，今天天津乱，我跑了五条街才买到的。哎，我的长哥，现在日军都快把南开给炸了，你还有心情五条街买耳朵眼？我这不是怕你吃不着难受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可没心思吃这个，你快去帮忙。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再找我拿。快点，程家叔，快点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里边还有呢。小心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飞机来了！快，抓紧！快跑！快点！快点！还有，快点！那好，快！车呢？快！还有，
飞机来了，我们快走吧！飞机快走吧！飞机来了，叶瑞清，念珠要走吧！你别管我！叶瑞清，快点！这边还有家属！站下，站下！你是叶瑞清吗？飞机来了，快点！来，你跟我走一趟。这什么呀？你快点！没时间跟你解释了，跟我走。哎，瑞清，程家属。日清，日清来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日清，我看日清，日清找谁去？日清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了，你找到叶瑞清了吗？是，找到了。他去图书馆那边了。我得去找他。哎，我看看。没事，就是扭伤了。瑞清。啊啊！秃子，如。再大点声。这安全，别动，听到没？跟苏，我去哪？瑞清，
待在这儿，我去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去。你回来！你干嘛？你乖乖待在这儿，你把人交给我，我一定把他给你带回来。你找我？上个月是你24的生日，我托人给你买了块表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你刚考上清华的时候就想要块表，可我实在抽不出时间给你去买。来，以前做实验需要手表，现在不读书了，用不着了。怎么，我昨天说的话都没有听进去？您说的太长远，我等不了。这是命令，毕副市长。我不是您的兵，我是你父亲。您什么事都只带着我哥，您不让我参军，不让我上军校，非逼着我考清华。人家都说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您知道我多羡慕我哥。云霄，听我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的读书。我的路我自己走，不用你管。我，
雨星，父亲。也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，你就替我把这个转交给他吧。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炮火将南开大学炸毁，原本美丽的校园变成了残垣断壁。战争机器如此残酷，将美好的世界迅速碾碎。就在这一天，经历了炮火的我们都长大。日军在谈判的掩护下争取了调集军队的时间，先后轰炸了南开大学及其周边地区，也向北平南苑发起了猛烈攻击。为了保护战地服务团的学生，毕保中师长强行命令学生撤退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的战场在课堂。Thank you.
上峰已经传令，南车跑定了。可兄弟们就这么撤了，我心有不甘呐。是啊，石渠石流，你发句话吧。作为一个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但我决定留在这里。兄弟们，今日之战，是留是去，自己决定。他们甲午战败之后，我站在通济轮的甲板上，亲眼目睹了威海卫两天之内三翼国志，摘下了太阳旗，挂上了黄龙旗，摘下了黄龙旗，忽而又挂上了米字旗。我是悲愤交集，溢于言表啊。我们中国在新世界有立足之地，必须要推行新式教育，造就一代新人。幸好呢，遇到了范孙先生，我们一起联合创办了南开大学女中小学。可是今天这些都是我的心血呀。月涵啊，哎，赵贤兄，你们先请回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请吧。李翔，喝点水。同学，
北大的林华军你有见过吗？没有。同学，见到华军了吗？叶学长，有个男生带他出去了。哪个男生？听说叫陈家树，看样子挺着急的。他们去哪了？不知道，要不叶学长你去问问别的同学。和37师的三杰弟兄遇难于共存亡了。云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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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云香，云香。云香，你冷静点！云香，你冷静点，把他给我按下来！丁连长，贼人无意屠夫，必须严厉声讨。对。